马女神林明真脸蛋甜美，笑容迷人，不仅有傲人身材，还有着22寸的纤细蚂蚁腰，被网友封为真人版娜美。2015年开始在台湾演艺圈发展，发过几张专辑，曾参演偶像剧。今年她退租台北豪宅，全心往香港发展。常透过社群网站与粉丝交流的她 ，Instagram 粉丝数高达131万。日前在 IG 分享了一段影片，没想到瞬间吸引8万人狂赞。画面中她身穿紧身短版上衣，搭配橘色中窄裙，露出22寸的纤细蚂蚁腰，并对着镜头开心跳舞转圈圈。这段短短10秒的影片让众多网友纷纷表示，大半夜的手机怎么坏了，一直停在这，会不会太漂亮，这是魔鬼的步伐。随后林明真又分享6连拍，吸引9万人按赞，也是穿着同一套服装，并宣传他的新电影即将上映。突击电影院的他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